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猪侠猪。刚刚这个场景，我不是来做教学，那我就是想要从这个场景开始说，就是我们来玩这个雪崩过后 1.1.2。对不起，大大，我是用 1.12 去玩，因为我不小心就是用错档案啊，然后重跑又很麻烦，所以我决定用 1.12 玩玩看啊。如果有 bug 的话啦，我就再去调成1.11.2去玩。然后这个的作者，我怎么每次都会忘记？我看一下哈，等我一下。这作者叫糖糖，然后他的就是他糖糖嘛，然后。说什么去？然后他的简介里面，游王行之先拿下来。就他的简介里面，就是有那个说，就是这个是一个高中生奈奈，叫奈奈的人。等一下，有请打喷嚏。那就是高中生奈奈，然后就在家里睡觉的时候，突然雪崩。我有个疑问，他为什么家盖在雪山旁边？算了，我是没差。然后就不知道后面发生什么事。那我们就话不多说，那就先开始看。我们先起调成和平模式，请勿切换冒险模式，请将明亮度调至最高，请勿破坏任何方块，请勿作弊，不可以使用错。哦，小提醒，有三个成就可以在游戏中获得，注意请按照剧情书的顺序去阅读，请一拿到的剧情当下直接阅读，请按照剧情顺序推进 ，OK， 开心玩吧。然后我决定啊，先暂时，不然我有时候来不及，就是没时间那个叫什么去了，没时间说，就是没时间拍了，因为我现在真的想不到。像我20个人订阅的庆祝，就以这部片为主，好不好？就这部片是我20个人订阅的一部片，恭喜恭喜。然后我对就这样，好，没什么好说的。好，切换成冒险模式开始游戏。因为他没有在说什么，我看一下。明亮调至到最高，感觉怪怪。是哎这个啦，我亮度本身调至就是最高的。好，那就开始游戏吧。哦，好像有点暗。靠这是奈奈的笔记纸，他拿下，等下有可能会用到。这后面有什么东西吗？我想应该挫折应该不会那么坏，我是这么想的。什么电视哦？雪崩了啦！哦，我懂了。在一个下着大雪的夜晚，砰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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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发生了什么事？突然突如其来的巨大声响把我从梦中惊醒。我爬起身往窗户外观看，什么？为什么外面都是雪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哎呀，哦，这是雪哦，我也是电视，对不起，我错。然后啊，好冷好冷好冷，一定会想办法咕噜咕噜啊，先找东西吃吧。但这种时候你还要找东西吃？我记得客厅箱子有放2块生羊肉，是爸爸妈妈先准备，紧急备用粮食。哦，我们要用那种木炭去吧。如果到客厅找到2块生羊肉根本不好吃吧？这个好像这有点恐怖。啊，他妈吧，啊，爸爸嘞，窗户还蛮大的。奈奈的笔记本的生羊肉，我是奈奈，高中生。先拿2块生羊肉等等，要先稍微烤着。哎，真没想到发生这种事啊！因为爸爸妈妈工作上班的关系，现在在外地，朋友不在家乡住。家又偏偏在偏僻的山脚下，附近又没有邻居，现在该怎么办？机关征召，对，去查库发发有没有可以用的东西，就先这样吧。哎，高中生果然沉着冷静。我如果是我，就先当场先哭一下，然后再去努力想办法去浴室旁边过去找找看有没有过去。哎，你家的，我有个疑问，你家的那个叫，我家的电话响，等我一下下，等我一下下。好了，他不响了，我在这边挂机了一下下，然后我先
烧，我有点亮。问个问题，你们家的电话坏了吗？还是你们有通讯？干嘛不直接打电话就好了？哦，这不能打开，不能打开。那剩下来干嘛？快点！有了，嗯，可是我不饿哎、欸，我不饿哎、欸，这样蛮亮的，先把它这样。哎呦！我就算我切换成，等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怎么声音有点大声？声音有点大，我先把背景音乐挂掉，然后等一下，有了，把它调到比较前面的时候，然后变小声的 ，OK。然后你看到这个场景，哦，一个老旧的铁铲。或者拿来删不动产说明书，都拿来死好吧。工具间找到一个老旧铲子，如果把它拿去拆掉，哦，我担心它会烂。那为什么一个破破烂烂的笔记本，打开来看看，或许会有对对对帮忙，也说不定。是，对啊，我的，哎，我们家有设法。逃生的出口我都不知道，不管了，先找找看，找找，先去浴室吧。哎、欸，所以我们先看不动产嘛。那我先看不动产。这上面哦，房间。哎、欸，所以这是我房间，从这样对出去看，房间走出来，玄关，工具就这里吧，对不对？客厅。哦，浴室。房屋咨询当初先生除了这房东之外，还通了紧急逃生出口哦，还要自己去找，累累累。去一直找逃生出口哦，所以我这不能铲嘛，不能铲，烂铲子。所以去浴室哦，这里就浴室哦。OK， 这里蛮亮的，一蓬蓬没有水哦。哎呦，这么的电啊！但似乎无法熬夜作业，电路坏掉了。嗯，等一下，哦，警察，你的合成被放回来喝了。等一下，是代表有很多成就，我现在才找到一个。对，我们先寻找一下成就吧。不要，我知道你们看我这边无聊，一定觉得我很白痴。但是，哎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你可以打掉哎、欸，这好像有点恐怖。天哪，浴室这找遍了还是找不到，这逃出出口不在玄关附近啊？在玄关的附近。天哪，那边可以打掉哎、欸，有点恐怖。所以我以为是我破坏，其实不是。哎、欸，他突然没想到血迹的那么好，让他城镇乐意恩定往城镇的方向去。嗯，所以城镇的方向去会有，我、哦、会到达的目的地。哎呦，长这样哎、欸！天哪，我才找到个成就，烂命！把它丢进去，先把成就放。头上的笔杆。好听未完的 ST， 我觉得那个我好像没有认真去按。感谢你的游玩，不是第一次是处女座。哦，处女座，嗯，做，哎，你的座是不是打错了？嗯，做不好可以多多包，不管怎么样，都恭喜你完成游戏啦，破关啦，耶！是否有找到全部成就呢？没有，我就知道那个电视旁边那个有问题。什么事？那个，我不待见。哎呦，啊对，我可以打他。你们问我说他为什么血龙变这样？
这我、哦、那又那个，好像这样。好啦，算了，既然我看大家有时候就好奇，就是说，为什么雪人可以变这样？我自己制造一个雪人给大家看哈，不要以他们的雪人来当示范。干嘛雪？工具你只要有一个，哦，剪刀就好。有些人应该是知道这个基本常识啊，但你就是在他面前这样。哦，这是什么？为什么会破个洞？哎呦！哦，对哦，就是那个，对，这样。可是我不知道可以，对，没办法再帮他戴上，就只可以就是把他杀了。然后对，然后像你要把它剪掉也是可以的，对，就是像这样，对。这个尝试我也是看别人，先把它补回来，不然他有点可怜。算了，我们不要那么残忍。其实有时候我觉得铁剑比较帅，你觉得吗？哎呦，好啦，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里结束咯，那我们就谢谢大家的收听，其实这个没有什么用，那我们谢谢大家的再次的收看，那我已经说过了，这一次是我就是20人订阅的庆祝嘛，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就是支持一下。哎呦，这个人怎么会有铁剑？你不能跟我一样帅好吗？看他还是可以丢水球的、哦，没有伤害一点，然后他直接让他，为什么杀到？对，有点麻烦。那我们这集就到这里结束了。不、哦，那我们来实验一个东西啊。我们既然这一集才12分钟是很久，但是我相信我还是完成一下一些那个心愿呢、啊。就是我想要来试实验，你懂吗？太烂了，这样好像比较久，看这一期而已的久。等我下。好，等我一下。等我想想，等一下，有好奇我现在在干嘛？我现在是想要实验一个东西。会吸盾？那你会吸铁斧吗？对，他们有时候就会吸地上。哎，那如果你拿了你重生那会不会很可爱？怎么让你拿？然后我看一下，那有点吵吼。捡起来了，捡起来，我们知道。但这没事，我先一个一个慢慢的杀掉。
刚刚那个人。现在就是等他起来，我要跟他 PK， 看是因为我们两个面好像是几乎一模一样的，对，好的，来喽，我们先，好的，等我一下下，好，我回来了，然后这个。二十人订阅就要特别一点，嚼冰见面完就要来做实验，然后我们来实验看看，那好像跟我差不多，我们就看哪一个人的比较厉害。对，一二三四，好。哇，他打我一下就要死哎、欸！哇，哎、欸，你看我看到那一瞬间，整个命都没了、欸。一大半的命都没了，天哪，这有点恐怖。我们用这个挖出去啊，比较快。天哪，就我这边他不小心再被他打到一下，就死了啊！猪，你看，哎，那我要死了，我要死掉。我们这一集就到这里哦，结束了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回再见喽。先恭喜你们，谢谢你们啦，二十人订阅啦，谢谢，谢谢你们哦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嗨。